带着与生俱来的做梦天赋，继上一季以神话迪奥奇幻为电影发表秋冬高定服后， Dior 再度透过15分钟短片展演2021春夏高定服系列。不仅是创办人迪奥先生对占卜有着重度迷恋， Dior 女装创意总监 Curie 也想借由探索塔罗的神秘力量与多元之美，让身处在这艰难时刻的你我多一份心灵疗愈的力量。Qui suis-je ? Choisis une carte. La papesse.短片同样由意大利导演 Matteo Gallone 执导，借由古老塔罗牌组图像作为视觉主调，塔罗牌中的女祭司、正义和愚者等角色都在精湛的纺织工艺下升华蜕变。半浮雕镂空的马甲上衣点缀着由意大利艺术家设计的奇幻主题图案，这也是他特别为 Dior 重新打造的塔罗牌图腾，承载着符号的灵动力量。设计师 Curie 则将标志性的迪奥灰挥洒在斜纹软泥 cashmere 以及乌干纱中，运用在衬衫、斗篷等各式创作，还有蕾丝镶嵌的手绘装饰、蕴藏星座图案的天鹅绒布、五彩斑斓的羽毛刺绣等，都分别透过荧幕阐述 Dior 绝佳的造梦能力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